前男友他就是一个超级无敌冷战的人，我们一起去阳明山吃野菜，在我点菜的时候他就不高兴，吃着吃着我就冒出一句话，大家都吃得那么开心，我跟你吃饭的时候你就一直板着一个脸，他就马上的话就说筷子放着，开车走了，不可能，留在身上，留在身上，付钱吗？钱付完。出来，他也没付钱，直接开车走，开车走了。他就说：“我就在山下，他们等我等你，你就慢慢走下来啊，你到了。”慢慢走下来的阿妹，今晚十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小姐不息地。